AG 这里应该是与 NV 早早作为邻居，以后都相中了农场麦田中央的这一片防区。奥德雷克雷再次炸倒了15ZY， 那这样一来 AG 在近点的人数啊仅剩独狼称神了。但这个防区里的信息已经被周围早早铺开了自己爪牙的 KY 完全的察觉。先来看一下防区里 NV 两人依然是对 AG 最后的独狼发起进攻，看到枪神的一个背身直接出来三连暴走的 Order， 看看这一波 KY 要来劝吗？因为 NV 现在仅剩一个人啊，是站着的。